晒 Ever 得到男歌手金獎，有咩感受？頭先講唔曬。漏咗講嘅係，其實我喺呢一隻碟咧做咗呢一，即係其實我調轉咗嚟講啊，呢一隻 negative 嘅碟咧入邊今日唱咗呢只 negative 嘅歌咧，其實今日有幾個作曲同埋填詞嘅朋友都喺度嘅，分別係有 T-Rex 啦，頭先提過嘅填詞人啦，亦都仲有一位兩位咧係第一次寫，即係有作品係俾流行歌手唱嘅，一個叫 Eagle Chan。在全民眾星二有參賽，另外一個呢就是叫做 Step Loud， 就是一個很新進的一個音樂人，他自己唱歌都很好聽，咁要好多謝佢哋啦！頭先喺前台見到佢哋嘅時候，我都嚟唔切反應，係喎，即係我應該頭先喺台上面多謝佢哋。不過我諗更加緊要嘅係要多謝我成隻碟 Negative 呢只大碟入邊嘅所有合作單位，同埋其實係無論而家呢間公司。之前我間公司所有同我合作過有份成就許廷鏗嘅人，都係有份成就呢一個金像，所以唔會講得曬嘅。但係你哋知道自己係邊一個噶啦，所以多謝你哋。嗯，咁你頭先都有講到你嘅班底都用咗好多唔同嘅新嘅樂壇嘅編曲人啊、作曲人啊佢哋啦。咁你對依班樂壇嘅後輩有冇啲咩會説話想同佢哋一齊講，為廣東樂壇付出多啲？我想我要向你們學，即是所有樂壇的新人，其實反而今年是令我得到很多的，即譬如跟這些新進的音樂人，甚至跟Mira 他們可能很多成員去溝通聊天的時候，反而他們 inspire 回或者提醒我一開始為何我這麼喜歡唱歌這件事，所以不要說給什麼心得，是我要向他們學習繼續努力。所以最後剛才我說的就是2021大家繼續指教，我都介紹翻我係許廷鏗，多謝大家。好 ，thank you。Thank you。